是吧？来，琢磨，对，哇，最近在忙什么？最近一直都很忙，忙着大陆营，你们说对不对？我有参与其中哎。哦，这么巧，所以最近真的是忙得一塌糊涂，忙得一塌糊涂。而且我觉得在忙大陆营的过程里面，发现台北实在是好美丽呀、啊。而且啊、哦，有好多那一种古色古香，又有点现代的那一种感觉，哇，真的是太引人入胜了。没错，没错。所以我每次看到台北的以前的一些历史古迹，我总是心里面像大稻埕啊那些啊，我都好向往。今天刚好有一点空档时间，我们要不要来一个水路之旅？非常好啊！哎呀，从大稻埕开始，哇，这个淡雨，你看这条河多漂亮，真漂亮，真漂亮！你看看这条河多么干净，这些河流的鱼儿是不是很开心啊？哦，富裕成功，赞赞赞赞赞！那边的鱼我看看怎么样？哦，那边的鱼更肥了，是岸边的，岸边的，还有贝类有没有？哦，好，没有那个，啊，对，哇，这个富裕有这么多，台北非常的厉害，这个天色怎么这样子？哎，闪电，那一片云，又是那一片云，今天下午害得我好惨啊！哇，已经打雷了嘞，小心，赶快靠岸好了，靠岸好了，很奇怪。那边怎么？为什么？哥，那边上来的人怎么？打我一下！对不起，我真的打了。不是在撞我，要怎么？要不要再一次？不，我有点打上你了。不是，你要说被人家打左脸之后，要给人家打右脸一下。早说。不是，我是发现，其实我眼前看的东西有点不太一样。对呀、啊，我也觉得好像有点不太一样，但不过你不用打我，我也知道。是。那边上来的，我们到这边来看的比较清楚一点。哦，奇怪了，他们上来的是什么样子嘞？跟我们穿着已经差很多的嘞。听说有掌声，他们会走得更厉害啊。他们怎么都穿了一些南洋衫的感觉、啊、是，跟我们好像不太一样。历史课本里面有看过啊，对，差不多要100多年前的感觉。100多年前哇，100多年前的文化，穿着这样的衣服，哎呦，而且那个时候好像通商很方便，也有一些宗教啊，对，宗教一直来传教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哎呦，哦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国外来的啊、哦，是国外来的，还有这个阿拉伯来的啊、哦，这些哇，这个石油大亨有钱的，所以他们当时都来台湾淘金的。结果我们也发现，台北其实有很多的原来的著名跟文化，哦，非常好。我们要去探索的，我们探索去看看，我们看探索一下，探索一下。那边上来的又是谁啊？哇，服装又不一样哦，跟大家挥挥手，大家跟他说嗨。哇，后面更不得了，今天怎么会有这种综艺效果？奇怪，不是已经回到100多年以前了吗？对，莫非100多年前？也有忍者从那时候就开始，忍者那个时候就有了啊、哦！我们来看看，哦，原来是四代火影啊！掌声加尖叫！哇，这四代火影拿的这个旗，我知道，这个好像是定向运动要用的，对不对？哇，真是太厉害了！可是啊。台北有以前，其实也有很现在的时候。是啊，我们突然又回到了100岁，又回到了现在。看到了一群，哇塞，我那些体格真好，体格真好，真不是盖的，先是肌肉就是肌肉。先来一个。果然是，哦，匍匐前进啊，匍匐前进。哇，这就是我们的体能这一关的关主。请问那一关？